然后我们还剩最后一个结局，没有错的话，应该是跟日记会有影响，对不对？进不去。那我觉得我们应该提比较早的答案，对。好像太早了，这个好了，嘿咻，嘿嘿，逃不掉吧，苏菲亚，嘟嘟嘟嘟嘟，快打开门，放我出去，然后就缓缓逼近他，为什么打不开？不快点的话，不快点的话。哎，不要，就被干掉了。我做什么？贝拉，索菲亚，为什么？伊莎贝拉，好疼！不要说话，现在。哦，你又出现呀！那孩子还活着，再来一刀，伊莎贝拉。不对，他就是这个翻译组，就是很奇怪。我们的伊莎贝拉还有伊莎贝尔，还有两个名词，所以当初阿曲在玩的时候就会觉得哪里很奇怪。但是，还是做不到，我做不到。献祭的话，你来就好了，可以了吧？求你放过我，我来是没有意义的，必须要你自己动手。怎么？快要到时间了，这是最后的机会哦！杀那孩子，像6年前一样。不要，烦死了！不要！对不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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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不起。对不起，点点点点点，哈，原来如此，你也就这种程度，那去死。Bad End 三，动摇的决心。有谁的声音？站在石头上，东六步，北二步。站在石头上，东六步，北二步，什么东西啊？站在石头上，哪个石头？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。一二三四五六，没有东西啊。东六步北二步，弄错啊？难道是要从别的时候开始吗？原来是这样。房间里面有一个指南针，对不对？在这。在这里，在这里，这指针指着我，所以我们的东跟北都是相反的啊。站在这边，一二三四五六，一二，只有这里感觉有些不对劲，看一下，有通往地下的台阶。哦，这又是哪里？神秘的房间，一定写着什么？已经没有时间了，明天一定。今天也没动手，今天也不行。下不去手，就是没有办法下手吧？为什么会变成这样？不，还有2天，不想死啊！明天我就要死了，
那也反倒解决了。妈妈，好恐怖，救救我！这什么啊？这什么啊？又然后吗？就这样，与恶魔的契约，不能让他晋升。六年一次必须献贡品，贡品必须是与自己很亲近的人。很多舅舅的书，很多舅舅的书，这就是一个魔法嘛。然后，好，这就是真相吗？还是？索菲亚就消失了欸，索菲亚去哪里了？索菲亚，哦，看到了啊！喂，今天会死是怎么回事？这个日记的字是伊莎贝拉写的，那个，对呀，那本日记是他写的，都是真的哦。猫在说话。别说了，不是的，索菲亚，不可以相信他的。来，回家，索菲亚，那真的会死吗？啊，像气球一样的从里向外喷哦。为什么是伊莎贝拉？这个，因为你没死，哎。因为你，所以他要死。闭嘴，别对他说奇怪的话。实话实说嘛，是这样吗？那是假的，别在意。伊莎贝拉，看着我。假的，原来是真的啊。你要做什么？刀借我。不可以，不可以。忘了说。自杀是解决不了的，必须是他杀。怎么会？那快到时间了，不快点的话，他就要暴露。索菲亚，杀了我！说什么？快！我没事的，真的，早就该死了，我也不怕，所以。说假话，真是的，真不会骗人。其实很害怕吧，不想死吧。诚实些，伊莎贝拉，我来过来，可以存档嘞。好，杀死对方，自己死。我觉得我会想要选自己死欸，真的是的，怎么可能？伊莎贝拉，因为你是我唯一的女儿啊。嘿，不行，不可以，那样的话我不能对伊莎贝拉报恩了。不用，知足了，你已经给我很多了。我人生最差的东西。哦，妈妈，妈妈。那天妈妈病倒了，我和父亲扯了两个人呀。不用，闭嘴。反正你也觉得是我的错。怎么会？妈的，我别他再怪，再骂脏话，不要再怪老子了。这样的话，总有一天会被杀掉的。受不了父亲暴力的我。杀了爸爸，这么温柔的父亲已经不在了，我成了一个人。哦，什么？你会死啊？哎，为什么？自己也知道吧，心还有身体已经破烂不堪了。怎么会？但是安心，有件好事情。不想死。害怕自己像夫妻还有妈妈那样消失，我就这样过来了。啊，
行了吗？嗯哼，这里是我家，然后今天起也是你的家，习惯它吧。嗯哼，啊对了，你的名字我还没问，我叫伊莎贝拉，你呢？索菲亚，索菲亚，嗯哼，好名字，好，那多多关照索菲亚，以后一起加油。嗯，哼哼，那天起我的世界就改变了，咕噜噜噜噜噜，大伯啊，最喜欢我。啊，我也是，索菲亚，晚安，每天都很开心，很温暖。哦，是你拯救了我，有你才有今天的我。 才不是，不，这是真的。不如说，做的不足的是我才对，没那回事。我就要走了，就算我不在了，你也没关系的。不要啊，别一个人决定。没办法，对不起，最后还是擅自做决定。那个时间，我知道，但是最后一点点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让我一个人啊，伊莎贝拉。索菲亚，听好，你不管遇到什么事情，都要坚强的活下去，绝不放弃。最后，谢谢，然后永别哦。哦呀，不要啊！呜、哦，竟然 N 年后，难道又是呜、哦、去找贡品吗？嗯，真是无情啊！活了这么久，有什么意义啊？嗯，好吧，走好，出发哦。呜、哦，我。多了一个坟墓哎，不管发生什么事都要活着，活下去，一直活下去，所以在那守护着我，伊莎贝拉 ，and two and two 新的魔女。哦，所以其实这个猫咪的恶魔，它是不会放弃任何的契约，结果接下来就变成说是。索菲亚要继承伊莎贝拉的契约，这根本就没有任何的结束嘛。然后刚才的部分应该是可以得到另外一个结局，杀死对方。对不起，我、哦、啊，可是索菲亚，几年前，嘿，五年前，我、哦。索菲亚角度也说他自己的故事，是不是？哦，第一次的相遇，你还没有回去的地方吗？嗯哼，那来我家吧。真的？嗯，真的。来，走吧。太好哦。等等，振作点。这是我们的相遇。这是日光线、哦、我还是没有查这个字叫什么名，叫什么发音哎。叶子虽然有些苦，但对眼睛很好。嗯，最后这样就完成了。好了，花圈，嗯，很般配嘛。叮叮，看来是很喜欢的样子。哼，你教会了我很多。今天第一次做炖菜，怎么样？好吃吗？嗯嗯，好吃。真是的，还用敬语啊？对不起。哈哈，别急哦，慢慢习惯就好了。嗯嗯，是总为我准备饭菜，给生日礼物，打开看看。这是画，一直都很想都想画。画家，下次做给你。哇哦，太好了！记住我啊，伊莎贝拉最香了。哇，
很喜欢，真是太好哦。你总会给我想要的东西。哦，虽然有时也会生气，这五年间我真的很幸福。哦，来，救我哦。不是的，那只是在利用你。没事的，伊莎贝拉总是很温柔啊，很厉害，有点话多，那也是我引以为傲的妈妈。谢谢，然后永别了。哦，啊，这边应该打错吧？这边应该是伊莎贝拉。啊，索菲亚，不要！契约更新呀，我看到好东西了。那下次更新时，这个坏魔女 ，N 年后。去找下一个贡品吗？嗯，哈哈，真是，你也好贪得无厌啊！连那个孩子的一起活着，已经这么决定了。不愧原来如此，不愧是我看上的。那我走了。嗯哼，慢走。孤独的魔女 ，And one， 孤独的魔女。然后，哦，多了一个尾声哎。然后看一下附加，对，应该就是结局特辑。啊哈，好，我们进到尾声喽。看来这应该也只是一个小短品吧，快结束了呢。在潜意识里，我看到了那个啊，喂，看了，莎贝拉，喂，伊莎贝拉，啊。没事嘛，哦，总觉得没有什么精神，不舒服吗？啊，不，没，不是这样的，大概是累了，没事的。啊，画完成了吗？嗯，这次可是自信之作哦，好漂亮的颜色，索菲亚画画真的很好看哦，哈哈，这么说有点害羞啊。爸爸妈妈，喂，吃饭哦！今天是两个人最喜欢的炖菜哦，太好哦！哎，别吃这么快嘛，妈妈做的菜世界第一好吃，真是的，连你都……实话实说嘛，玛丽亚做什么都是世界第一，讨厌死啊！玛丽亚，少在那边给我恩爱。亲爱的，我对你，嘘，别出声。好了，先吃饭。啊，对对啊，开始吃饭哦。是，哦，收起话。哦，嗯，怎么回事？伊莎贝拉也快来啊。对啊，饭菜都要凉掉哦。嗯。知道哦，这个我好想就这样一直一直生活下去。啊！这家伙，哎，不是魔女吗？啊，小黑也一起来吃饭吗？喵！哈哈，是吗？那快进来。喵！哦，一直一直能这样下去。If and 哦，如希望的结局是在一起。哦，所以这样就结束了，就对了。哦。有点小小的感伤哎，
虽然是一款小作品，不过它其实还不错。对，虽然它达成结局的要素也不多，可是它短暂的交代了很多很多可能发生的事情，只需要一个决定，然后就可能发现不一样的结局。哦，好多哦，什么时候多了这么多张床啊？看起来超温馨的哇！哦，不过看到刚才的 True End 的时候，基本上 BGM 这些温馨的音乐出来的时候，就已经有点天哪，就觉得这款作品真的还蛮不错的。Thank you for playing。好啦，那这一款小短评就一样介绍给大家咯，希望大家会喜欢。那一样，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都可以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，有任何意见的话都可以在下方的评论版留言给我。那我们这个系列就结束咯。See you next time, 拜拜。附加，然后就是刚才想说要趁音乐结束前把这些都念完。好啦，对啊，就差不多这样咯，拜拜。